太了。那边还有一套那个。如果夏天的话，放一天就好了，它很快就发酵。你酸酸就很难吃了。我们不吃酸甜。可以吗？嗯。倒一些进去。你要怎么空一点那个感觉？嗯，手跑进来。好，来。然后这个先进去。哎呦，那小心哎。拍了吗？那个胃怎么送起来了？哪一个？放那个酱的味道啊！大锅菜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不来看啊，哇，这好棒哦！你看，是不是？맛있어요，정말맛있어요。你看，好漂亮吧？还剩下那么多酱，就再拌一些啊！不要，不需要，酱够了。那酱怎么办？可以再做一个啊！应该不用那么多了。不用再，你可以做石锅拌饭。对啊，还是很甜。再拌一个韩国鸡。OK 了。好了，我到你那边。